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特快车》，我是王明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台股啊大涨200多点哦，相信啊各位啊看到的股票啊全部都是狂飙，对不对？那不知道有没有大赚哦？再强调一遍哦，如果你买对股票，你现在是赚到笑到合不拢嘴，对不对？一样哦，来，给大家打 key， 好事成双，同步创新高啊！两支拢创新高哈！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们买股票是一档接着一档，而不是乱枪打鸟、乱射飞镖。所以说我不会跟各位玩游戏哦。如果每天跟你玩射飞镖的游戏，今天带你买三档股票，明天再带你买另外三档，那前面三档呢？哦，可能卖掉两档，可能绝对不会飙，都马上卖掉了。后天再买三档，你每天在换股的过程，你会发现你其实是没有赚钱的。谁赚钱？营业员赚大钱。你帮营业员赚钱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的操作是看准了，非常有把握，我们就把大部分的资金去压一档股票。但是不是很古板的说，老师刚才一顶都还被挤低，基本上是有买有卖。今天我卖了一档，我才会带你买，带你买第二档。所以说当我买一档股票，我假设啦齁，大家都知道普瑞齁已经大涨60%了齁，飙半天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我卖掉了啦齁。我强调一遍哦，如果一档股票涨超过30%，我举例啦齁，普瑞我们赚40%，飙40%嘛，4天狂飙40%嘛，你投资1000万可以赚400万嘛。如果你1000万的资金进去了，你发现它已经被1400万了，你可不可以卖？你可不可以卖？你可以卖啦，因为它涨幅超过30%的啊，其实你是可以卖的啊。可是它未来可能还会再涨一大段，那如果你看到很好的标的，为了投资的效率，你可不可以先把1000万收回来？剩下400万的普瑞，你把它放着，就算它不见了，你也没有赔到钱啊。但如果涨，你是多赚嘛？那如果跌，你只是少赚而已啊，因为你的本钱1000万已经拿回来啦，你去买另外一档股票，到今天它又涨了30几%，也就是说这两档股票你掌握到了，你已经赚70%了。短短的三个礼拜左右啦，你赚70%，我们怎么办到的？再强调一遍哈，我不是带你乱射飞镖哦，精选标股真的让你看到、买到、赚到，因为我们给各位的是100%的实战。什么叫实战？是每天跟你讲技术分析，跟你讲波浪理论，跟你讲国际局势，跟你讲政府的政策对还是错。哦，当然不是嘛，实战是要让你看得出我们怎么赚的。我们给各位三大保证，保证带进带出买得到卖得掉，保证绝不凹单，所有的操作一定有凭有据，你收到跟我收到一定是一模一样的。因为我们要追求的啊，不是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涨停板，不是每天在乱射飞镖，而是真真实实让你买进一档股票赚钱卖掉再去买下一档，追求的是长期稳健的获利。你觉得这样合不合理？你觉得这样子你赚不赚得到钱？好，来，怎么样好事成双？所以说你会发现哦，我们没有一大堆股票啦齁。如果股票会飙啊，我只要买一档两档就好，对不对？股票会飙一只两只就好了嘛，一只就够了嘛。除非你可以证明买比较多会赚比较多嘛。你的1000万，你的100万，仅有的100万，你把它拿去买10档股票，好，都买10万就好。你的1000万把它分成10等份去买10档股票，那你会赚钱吗？我今天买一档股票，它涨30%我赚30%，它涨50%我赚50%，它涨1倍我赚1倍。可是如果你把资金分散了，不要说买10档，你买5档就好，一档股票买20%，它涨1倍啊，你的总资产只增加20%。除非你可以证明啊，你买5档股票可以同时大涨1倍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办法呢，我宁可看准了，当我非常有把握觉得我会赚很多，我再买这一档股票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一样哦，来，今天跳空大涨突破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之前有跟你讲过啦齁，未来行情会很大，短线要整理要洗盘，对不对？要打底，打底之后未来行情会很大。可是重点来了，他有没有打底？哦，老师有啊，而且跟你画的有点像啊。好，哦，那我告诉你齁，整理6-7天它不算打底齁。那既然不算打底，
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就不算突破？哦，那也不能这样讲哈。我再强调一遍哦，虽然这个六到七天不算打底，整理的时间还不够，但是因为它已经突破，所以说未来这里就会变成中继。它既然不算打底，就叫做中继。那也就是说啊，底部越垫越高，哦，不只有大行情而已哈。不要说这个点啊，不可能来啊，可能未来这个点啊，都不太容易来。所以说呢，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？是利用每一次盘中的休息震荡，甚至压回，赶快上车。好，那既然是如此，哦，不是叫你买一大堆股票哦，来拉回，你会不会怕？当你知道要休息，礼拜五大跌，礼拜一你敢不敢买股票？我们带你买另外一档股票。我们原本一过去一个礼拜在追踪、在买进、在布局，跟你推荐的股票，飙了一整个礼拜，每天都在创新高。之后九月七号，我买进另外一档股票，好事成双。好来，昨天到昨天两天而已，两天大涨155块。有什么股票可以两天大涨155块？有什么股票可以证明你的身份跟地位？如果你资金够大的，我相信我前面跟你推荐的股票可能还不够你买呢。你拿3000万、5000万，甚至2亿、3亿在做的这一档股票很适合你，它叫做汉维科，有没有？8月7号落底，台股是8月20几号落底，它领先两个礼拜多，两个到三个礼拜时间落底，开始筑底，到这里出现最好的买点。所以说我们不是买在最低点。哦，当你看到这最低点，哦，也没有人会买在这里。当你发现它一直在这边筑底，这是不是很好的机会？对啦，哈，我节目上有公开预告哦。哈，啊，你敢买呗？没有我带你敢买吗？来，9月7号，股后2000金，汉维科直逼1000元大关指数买进多单，这边1000块的钱带你买，买在哪里？成交1045元，收盘1130，大涨85块。那一天就大赚了哈，最低点是1040啊，我没有买最低哦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买到1045哦，而且我节目上公开预告哦，为什么要买？好，我没有多这么多时间讲那么多哦。台湾的股后2000金，3658汉维科，全球市占率高达80%，也为什么它可能毛利可以怎么样超过70%的原因哈，你去看一下上市上柜电子股，有哪一家公司的毛利率超过70%？台湾有1000多家电子股，可是毛利率可以超过50%的，啊，不到1/10，可能100家里面可有2家3家而已，它的毛利超过70%，有没有？台湾呢，数一数二竞争力的公司哈，来，9月8号，这礼拜二昨天再度大涨哈，两天的时间狂飙155块，疯狂大赚，而且节目上公开预告，我再强调一遍哈，我们给各位的是100%的实战，怎么样让你看到买到赚到？一定是事前预告。来，2天155块，有什么股票可以两天的时间大涨155块？除了大力光啊，没有人做得到啊，就是汉维科了。买一张送3张宏达电，我知道各位可能会怕，因为买宏达，因为老实讲啦，从过去跌，从1300块跌下来，每一天都会有人告诉你宏达电很便宜，到现在还是有人告诉你很便宜。你确定它有机会回升吗？你确定它不是只是反弹，未来还会再破底吗？所以说，今天如果我请你去买宏达电，你肯定不敢买。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买一家比宏达电更有竞争力的公司。我买一张，赚的钱上3张宏达电给你，免钱，有没有？买在这里公开预告，到今天哦，盘中狂飙205块，3天狂飙205块，哦，虽然今天指数涨很多，它并没有涨很多，但是我们看法没有改变哦，没有，因为它今天没有涨停板，我就不追踪了哈，我们没有每天涨停板，我买什么我据实以告，整理过后还会再飙，这样够清楚了哈，有钱人的代表，3000万5000万，你不买这边买啥，对不对？一样，所有股票都一样，会买要懂得落袋，你要买对哈，买对不是乱射飞镖哦。今天我买5档，明天再买5档哈，买对是看准了我就买这一档就好了，然后等我赚够了，我就带你获利落袋。好，
八月底，当别人在告诉你两大名师救苗，老师跟你讲，九月份看这两个族群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先把苹果卖掉。好，啊，你也知道哪一个苹果啦？哈，买休闲股哈，这个啦，细钢碳细霞。当然啦，如果你抱着，绝对赚不止这么多啦。可是如果你愿意卖，跟我去买下一档的，你会赚的更多。因为如果你死抱活抱，你顶多赚六成。可是如果我赚四成，四天赚四成，很有效率的把四成放口袋之后，我要带你买的是另外一档股票。好，来，这我不赘述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是刚13%，非常有把握才出手，两天24%，三天35%，四天狂飙四成，公开预告卖股票，然后呢，隔天偷拉，我请你换股，隔天暴跌，我们买的股票终于涨停板了，是不是接棒？好。我们买这一档股票，8月17号买进，8月28号再买进，8月30号再买进，只止一档，没有第二档，你买好了吗？好，来，涨停板，台股大跌涨停板有没有？台股再大跌再狂飙，你还有机会上车？你买了吗？台股暴跌，它压回，你有没有买？哦，我们会员都有哈，还是这一档。礼拜一亮灯涨停板，公二会员过去一周以来唯一的新股票，再度亮灯涨停板续报。我有没有每天跟你分析不一样的股票？如果会飙啊，我买一档就好，一档可以抵十档。你不用看一大堆股票哦，看他把几乎灰啊弄探摩丢钱哦。何老师到底什么股票？请你不要只是看而已哦，因为他还会飙哦，因为他还会飙哦。有没有？昨天收盘创新高，今天呢？今天再狂飙，起不停。你不买啊都不行。老师啊，这个跟头前讲的够赶快。我们来慢慢看哈，来，我们买的都是同一档，从头到尾都是同一档股票哈。来，做完普瑞买这档哦，8月17号，获利大成长的双邦三重大底确立，买进多单。8月18号，还是告诉你三重大底，今年获利挑战盈利毛利全部都创新高，双邦有没有？8月31号还是同一档，那达刚都被港资机双邦有没有？好，我们买都没有人看好，我只买这一档。9月1号礼拜二台股大跌150点，双邦涨停板。9月2号台股暴跌110点，双邦狂飙6.68，会飙一只就够了。9月3号礼拜四双邦休息。你还有机会。9月4号礼拜五台股大跌拉回，你买了吗？好，我们会员都买了。9月7号礼拜一，今天这个礼拜一放假回来，台股大跌双邦涨停板。好，一样是双邦，不用再研究了哈。我怎么告诉各位？买买买，我买都还没飙哦。或许会有人在它涨停板创新高的时候告诉你可以买，好，因为它突破。帮我们抬轿，但是为什么你不跟着我们在这里买，对不对？才强调一遍哦，不要只是看哦，如果会飙翻天，你看是赚不到的哦。9月8号礼拜二双邦创新高，9月9号礼拜三双邦狂飙，差一点涨停板哦，涨不停，请你不要一直看好不好？你不买都不行啊，因为它天天狂飙啊，有没有？台股过去7天有6天都在整理，只有今天大涨。我们的股票只有9月10号当天是压回的，其余6天天天创新高啊！有没有买进？买进？买进！股价创新高，再创新高，再创新高，休息一天，再创新高，再创新高，再创新高。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，我们就拿。刚才你看到的大盘，这6、7天都在整理，唯一一天在涨的时候是这里，有没有？我们的股票买完之后，每天创新高。为什么它每天会创新高？因为它是现在，它是过去这半年来，包含到现在为止最火红的产业大标股，请你不要只是看而已，好不好？全新的运动概念股，我跟你讲，整个礼拜吼，两个礼拜的吼，来，是不是双邦？
全新的运动概念小霸王哦，这我不赘述了，我都说过了哈。机能衣、防水布，运用面越来越广。休闲材料的三大领域，一个叫徒步做运动服，一个叫 PU 树脂做鞋底鞋垫的。特用化学国内市占高达40%，同时跟这三家公司合作做防水布薄膜技术，用在运动服的关键材料。好来，这它周线双帮有没有？第一档黄金加拉股价大涨超过一倍，第二次机会，好、哦，第二次机会有没有？哦，老师阿里高五共，你有事先预告，当我买完发动的第一天，如果你有仔细看我节目。当天我日 K 线是没有盖的哦，这一张我相信各位都 看得到了哈。那为什么后面要盖起来？我是不希望筹码乱掉，你有赚就好了。来，才刚开始，对不对？来，运动休闲，运动休闲成显学，保成市值创历史新高。如果有一家公司，它叫做双邦，它的获利跟宝腾差不多，可是股价只有宝腾的三分之一，你买不买？9月7号礼拜一，《经济日报》从8月底、9月初到9月7号，你看到了一大堆的运动概念股在飙。巨阳上周一看多第一名，前六名有三档叫做运动概念股，不是叫你去追这些股票。9月7号，这是《经济日报》《工商时报》告诉你鸿儒印、宏达电奥，候补名称叫丰泰。哦，这两家公司进入台湾50，好了，这些股票都已经500多块，快300块了，200多块，宝成才50几块，还有机会，但是它的股价还是很贵啊，只有这家公司，只有16到7，现在也才20出头哈、哦，也一样是双帮了哈、哦，我只是讲这一档哈、哦，它今年的获利会成长50%，很保守喽、哦，运动服跟运动鞋的关键材料，你说它会不会狂飙？绝对不会只有这样子齁，你还不赚，请你跟上脚步。到现在我们还在努力，是希望大行情来的时候，用最快的速度帮你翻身，带你买标股赚大钱。进广告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。嘴气疼啊！请用气疼5分钟，5分钟，好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，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我们换房子找了大概有1年多，林口真的跟我们想象中很不一样。他的生活机能越来越好了，就算出国离机场也很近。多花20分钟就可以换一个这么好的房子，真的一个决定，我们就可以美梦成真。这不只是一座房子。是我们的生活新世界，耶！台北不可能，欢迎来林口国家首席2600-6688。欢迎到回到现场哦，想清楚哦，行情来了，你要错过吗？把握行情，你就可以赚翻天，掌握每一波的转折，
买到对的股票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买对不是买一大堆哦，是买一档两档就好。那你要跟对人嘛，老师啊，那我可能买掉啦，股票这么多齁，为什么我们要乱射飞镖？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档股票会飙，所以我们就那里买一点，那里买一点，这里买一点，齁，情有可原。可是如果你可以确定一档股票会狂飙，你需要买一大堆吗？所以说你做不到没有关系，跟对人你就可以轻松赚。因为我们给各位的是100%的实战，给各位三大保证，追求长期稳健的获利。所以说我们不会有每天涨停板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涨停板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所以说我不会跟各位玩游戏，不会玩认色飞镖的游戏，会让你看到买到赚到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买到赚到，对不对？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哦，操作不可能到百分之百。如果你要追求百分之百，不好意思，你看错人了，我不是。如果你要这种的东西，请你不需要看我节目。我们要追求的不是百分之百，也因为没有百分之百，所以说我们的操作会更用心，更努力去帮你选股。当我们看准了，非常有把握，我们就会带你出手去布局股票。所以说，虽然没办法百分之百，但可以做到大赚小赔，赚多赔少，对不对？赚多一点，赔少一点，这至少是我们做得到的事情。来，有一档股票，台股在崩盘大跌3000点的时候，带你避开暴跌的行情，那一档股叫南光。好，你会发现很奇怪哦，它在跌的时候我每天追踪哦，可是它涨的时候我却不讲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没那必要啊。如果你相信。我相信各位都是赚钱的。台股跌到1900点，从布局到后面先大赚一趟，后来在你低阶台股崩盘大跌2000多点，你也没事啊，不离不弃啊，有没有？未来一定有大行情嘛？那真的飙上来了呢，创新高了呢。来，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哦？今天飙上来快涨停板哦，出清所有加码单，这里、这里、这里、这里统统卖掉，这两笔单都抱着。今天马上卖掉，因为未来我认为整理完够还会再飙，我的看法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哦。来，除了8月20号、9月1号这两笔多单不用卖之外，其他加码单全部获利落袋，通通大赚出场。也就是台股大跌2000点，我们带你一直买进的南光，通通是大赚的。好，但是我还强调一遍哦，我再讲一遍哦，在这里下来的时候，我有做错过一次，小赔出场。好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不是百分之百，没有百分之百，我只能做到。赚多赔少，好不好？所有的操作都看在阳光底下。那后面行情来的时候，我们带你做什么？8月12号买南亚科，这你知道了哈，狂飙、暴跌、狂飙、涨停板，再狂飙。第一轮我只买这一档哦，所以说你不用去陈老师还有谁谁谁谁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要买就买第一名，好不好？3天狂飙23%，那为什么会飙？我都有讲过了哈，加嘛，8月17号就买喽。好啊，为什么要买？我有跟你讲为什么哈，来飙，再飙卖掉。暴跌200多点，大赚出场，利都出来了，这不是我3年前告诉你的吗？好，来卖掉了，对不对？卖掉了，然后台股跌300多点，它竟然还在狂飙。可是你放心哈、哦，我卖掉它一定有原因，它一定会跌下来，然后暴跌。海力士扩厂第一轮不妙，当天利空出来，爆张媒体利空，我带你卖股票，那也真奇怪，老师利空呢？你也叫我买股票，狂飙。全力打卖掉，每一档操作都是公开的，我都是事先讲哦，每一趟都大赚哦，有没有？闯关也这不成功，多试几次就成功了，有没有？我从来不追的，狂飙，再狂飙，差一点涨停板获利落的出清。当我请你获利出清的时候，你看到是什么？南亚科大订单到，老师啊，这隔天开高定创新高，甘心嘞？结果嘞？先大跌又涨上来，你觉得今天指数创新高，它有创新高吗？它也没有创新高哦。可是我们每一笔单通通都大赚，而且有公开。请问你有没有赚？你自己去慢慢算哦，到底赚多少钱？我不用跟你算哦，数不清了啦啊、哦。好啊，普瑞没时间讲哦，4天狂飙40%哦。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：台股止跌反弹，谁最飙？4天狂飙40%。4天狂飙40%，投资1000万可以赚400万哦。那为什么要卖？我们卖掉的时候，普瑞是在这里哦，双邦是在这里哦。我们带你，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带你买普
除双帮哦。当大盘今天看到你看到大盘创新高，它整理了七天，这七天你赚不到钱哦。可是如果你去买双帮呢，每天创新高，因为它是最火红的产业大标股，让你赚翻天。还没赚，请你跟上脚步。到现在还在努力，是希望大行情来的时候，用最快的速度帮你翻身，带你买标股赚大钱。祝各位操作顺利，明天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， 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抱的放心，赚得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，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抱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。森田药妆。行不行啊？